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林小北。最近啊，阿北发现我们每期视频下面都会有这样的评论，福星福星，神志不清，一群社会人士喊着这样的口号，纷纷掉到了青铜白银。哎，这不是遭罪吗？辛辛苦苦上点分，全给福星糟蹋了。是的嘛，老板，弹幕一出，思路全无，都是福星，害得我现在才白银一。不是阿柱，你白银一跟福星没啥关系吧？众所周知，五六七八阿柱的家，那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菜嘛。但是到底有没有一种玩法，能让观众朋友们既体验福星的快乐，又感受段位的提升呢？您猜怎么着？有。在说玩法之前，阿北先给大家看一下福星的右，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但光有图，你们实战可能会，哎呦，卡姆冲啊！然后，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用福星来快乐的上分呢？首先，十几连败显然是不科学的，十把快乐不了一把，人都没了还想着上分，你能取出来几次？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五到七连败。哎呀，六连败了，我该开矿了。才七连败，开不出来又能怎样？等我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不就出来了吗？那么我们如何保证不像阿柱一样开不到矿呢？又如何让这个开到的铲子收益最大化呢？难道说要？是的，没错，阿柱，那就是三国。啊，我想说的是六福星。众所周知啊，三国是一个中期爆发力极强的阵容，你只要在中期找到两星卡特，装备全对，就能强行取矿，配合福星爆的 Nico 追到三星卡特，就能毁天灭地。而九三国转职的色体，那可以说是天神下凡啊。于是最近国服的高分段出现了一套福星连败开三国强取矿的所选打法，因为开矿只有 50% 的概率爆铲子，所以我们分两种，有三国转的情况和没有三国转的情况。有三国转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这几个组成九三国，其中色体带转，没有三国转的情况，我们选择这几个组成六三国，带瑟提、晋、永恩，凑出八人口阵容，其中卡特是主 C， 必须要追三星。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以九三国为例来介绍。装备方面，我们给卡特水银科技枪是必备的，第三件可以是正义之手或者探探，给沙皇圣杯基克，给赵信漏装瑟提法强装加转职装。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站位上的细节。首先，瑟提站中间吸收伤害，保证快速下场，其他的三国棋子全部沉底站位吃神盾，卡特站中间确保卡特大招能打出最大的效果。如果是一对一的时候，卡特可以调整去对位对方的 C 位来达成直接秒杀的效果。其次，沙皇带圣杯站卡特的边上，提供圣杯和护盾效果。赵信要站在侧前方，当瑟提下场后，他能立刻接上当第二肉盾。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两个沙兵一定要放在底角，这样就算对方用瞎子针对前排，瑟提也会被墙卡住踢不出去。最后啊，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阿北是在这场团战中发现的。你们注意看啊，永恩开大是无法被选定的，所以对方攻击目标转移到了最近的卡特身上，然后猎人羁绊触发，卡特被秒。所以带永恩的三国要注意，千万不要让永恩成为对方猎人的首要攻击目标。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阵容的适用情况，二杠三选秀前有三福星，而且这四个散件中你有两个以上就可以玩，不一定要是福星的天选，三福星就可以了。注意，一直到二杠三你还没有三福星，那就不要考虑走三国了，因为福星来的晚，你七连败不仅扣血多，还不好开矿。强玩福星三国体系，你就会跟阿柱一样。而如果你严格遵守阿北说的适用情况，你就会跟阿北一样。好的，基础教学部分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场实战，给大家说一下运营的难点。实战内容会有非常多的干货，建议大家点个收藏，以防找不到的。进入游戏，这是一场美服钻一钻二的排位。如果决定玩三国，阿北建议是全套开，因为水银的话哪个阵容都能用。三轮野怪打完，我们获得了如下装备，手里有塔姆和安妮，没有天选，上了这种质量，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三连败进入选秀了，但没想到的是这居然能赢，看来这版本前期大家都是老连败哥啊。选秀拿下腰带，此时我还是没有三福星，那这一把其实就不能玩福星三国体系了。但阿北这一把在打素材，所以我小弟了几下，想硬玩一下。这个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啊！你们到这里如果没有就不能玩了。递了两下，出了天选福星，先不急，看装备，四个散件有三个完全可以，阵容就此确定。然后你们可能会直接买安妮啊，但是阿北认为呢，买个金克斯就行，因为安妮太强了，不好连败，而且太贵了，卡经济，所以这个天选不买，只要有三福星，放个豹女输出，能杀一两个就行，其他全部卖掉吃利息。这时候，小部分长得比较帅的观众就要说了，哎，阿北啊，中间不能赢的吗？是的，这套打法六连败之前一定不能赢，二杠五我们不拉人口，攒五十块利息，最终我们三连败进入了石头哥。
装备爆的，石头雷你大爷。连败的过程中装备不合，因为怕赢，而且装备不合可以凑最佳装备，并且陆续准备三国牌。打完石头继续连败，第一波靠豹女射死两个，被鹿三只掉血八点，四连败了。第二波被鹿五只掉血十二点，五连败了。哎，这好像有点太痛了吧。第三波被鹿四只掉血十点，第四波再扣十三血达成福星六连败，此时已经仅剩31血了。哎，要不是有这位掉线哥，阿北就一枝独秀了呀。这就是为什么阿北说这套体系不能硬玩，福星来得晚，六轮输完你人都要没了呀。但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卡特核心两件套齐了，但也有一个隐患啊，那就是这把我的三国牌特别的少，一般这个时候卡特总该嫖个一两张了，我一张都没。哎，好，连败达成，我们该取款了。取款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大家注意看啊，这里很关键，63块我们先把装备全合，然后上七轮口，剩下36块开地，地的目标是两星卡特、三国天选和三国牌。结果36块就出了一只卡特，一个沙皇。沙皇是不错啊，但其他牌特别是卡特也来的太少了吧。好在这家还是比较弱的，看来能顺利取款了。八连败，25血了，坏了，我不会跟阿柱一样吧。八连败进狼哥，又爆了一堆没啥用的装备，42块继续开冲，目标两星卡特加三国天选。结果42块进去就出了这些东西，老倒霉蛋了，还排到了第二名。哎呀，我人要没了呀。但卡特两星是真的稳啊，虽然来的有点晚，但我强行取钱成功了。八连败福星，我们来看看给啥啊。不是就这么点东西吗？三个装备加14款，铲子都不包吗？天老爷，阿北这么辛苦搞半天就给这么点东西。取出钱后赶紧卖福星上质量索血。这里又有一个关键转折点，取完钱以后我们要先看一圈，没同行就吃利息慢地追三星卡特，有同行就用利息上人口找高费两星卡。虽然我们血少，但一定不用紧张啊，卡特两星中期是很强的。不是，老板，你六三国没上啊？我忘了，坏了，我还是18血。老板，你别紧张呀。阿柱，我没紧张呀。老板，你手别一直抖啊。没，我在地牌，你别说话。接下来我递了三轮，40块，就一张卡特，啥提升都没有啊。老板，你认杯不吃吗？哎呀，忘了。哎呀，完了，又输一轮，就五点血了，这不老气了吗？老板，下一把吧。你别说话。五点血根本不可能上人口，铁老七的局。阿北再次确定没有同行后，决定七人口硬递三星卡特，最后30块钱下去递出两只卡特，五点血一口捏沙皇保命。艰难赢下这一轮后，我发现第六名也只剩五点血了。哎呦，好像第六有机会啊，先嫖一只卡特递一下。哎呦，那只能卖永恩了呀，再递一下。还好来了个三国天选，有天选就可以上刺客增加卡特的输出了。老板，卡特差一只了。我感觉三星卡特就是我们保七争六的关键，老七的关键战役我排到三星小法，卡特完美大招清场配合沙皇永恩完成收割啊，好死一家。老板，我们这期又拍烂分钉子户吗？预判打森林猎，卡特对位到勉强获胜。进入选秀没有卡特，但选秀出来的瞬间果然地不如嫖啊。接下来就是钉子户艰难狗烂分的环节了，这个环节的关键是对位，每一轮都要调整站位。第一轮预判打小法，调整位置对位到直接秒杀。第二轮打神盾射，这一波没预判到，卡特的位置很差，但他的 C 位没有水银，我们勉强获胜。这一轮结束，场上四个人都只剩不到20血，烂分关键战。第三轮预判打三星千爵森林猎，卡特对位到千爵自己跳了进来，瞬间团灭。三星卡特是真的狠啊，我们拿下关键一轮。这一轮打完连走两家，烂分有了。最后决赛圈四家分别是：第一名五月神厄斐琉斯，第二名三星拼多多小法，第三名斗猎三星千爵，第四名三星卡特六三国。这个决赛圈质量都很高啊！现在我们的排位只需要围绕沙皇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跳动即可。第一轮预判打第一名越南，卡特站这里直接跳他脸上，五秒完成清场，打掉他20点血。此时好兄弟千爵死了，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狗进了前三。决赛圈第二轮刚抬走一家，系统的顺序会重置，很难判断。但阿北赌一手小法，我将卡特略微左移，成功抓到小法，直接清场，可惜差一丝血没有带走他。第三轮预判打越南，调整沙皇和卡特的位置，成功秒杀。这轮打完，好兄弟小法也走了，前二了。不会吧，你不会吃了吧？最终一对一决赛，排位极其重要。先把卡特调到中间骗一手，观察月神，他要调好多个，我只需要换一个，所以我先不急。发现他换位，我在最后一刻把卡特换位。可惜的是沙皇来不及换，没吃到圣杯，但是都跳脸上了，随到的还是加伤害，结束了越南。卡特跳到脸上，永恩挂上破甲，卡特启动，瞬间完成了清场。但是关键时刻，越南身上突然跳了一个高额回血，救赎触发了，越南顶住了卡特的关键爆发。此时场上唯一能打出伤害的只有满蓝沙皇，只要沙皇补上伤害和控制，这个越南必死无疑。全村的希望沙皇
他假赛了，越南开始疯狂回血，有恩先死，皇子再次假赛，卡特满蓝了，只差一步即将开大回血，但关键的一步突然触发了猎人 buff， 卡特倒了，豹女一镖见底了，但越南还在吸血，他一人强行点死了所有人，终结了钉子户罪恶的一生，最终阿北遗憾拿下了老二。老板，这第二我都不太能接受了，还好你没吃。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